已经有大批的警力，算是全面的来防范哦，希望这个不要有暴力零容忍。那也很辛苦这些警察，因为我们刚刚在路上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刑警哦，他才在吃这个饭团，就是为了这一路保护这个大甲妈祖，还有一起来的信众，然后真的是到晚上才吃第一餐，而且他说他要边走边吃，不然没有时间，所以请大家也给彰化县警察局一个鼓励，因为有他们哦，所以这一路才可以这么的顺利。我们看左边右边两侧通通都是来迎接这个大甲妈祖銮轿的信众。那我们现在呢准备要走过这个民生地下道，也是跟着妈祖一起走，那全场呢一起喊这个我爱妈祖哦，非常的震撼。三民路的左边右边已经有大批的警力，算是全面的来防范哦，希望这个不要有暴力零容忍。那也很辛苦这些警察，因为我们刚刚在路上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刑警哦，他才在吃这个饭团，就是为了这一路保护这个大甲妈祖，还有一起来的信众。然后真的是到晚上才吃第一餐，而且他说他要边走边吃，不然没有时间，所以请大家也给这个彰化县警察局一个鼓励，因为有他们哦，所以这一路才可以这么的顺利。那大家这一次喊着我爱妈祖，也是今年这个大甲镇澜宫呢我们的绕境的一个口号。大家期待一个晚上的大甲妈祖绕境，要经过这个民生地下道，四周的这个信众呢也给掌声哦，也说着加油。那如果大家 OK， 我们一起刷我爱妈祖，这也是今年这个绕境的一个口号 ，I love 妈祖，我爱妈祖。谢谢刚刚这个怕拖鞋的小强给我们抖内哦，那也祝大家呢身体健康，赚大钱，房事如意，宏图大展。谢谢小强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一开始我开播你就有在看嘞，真的是很感谢你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两伞已经过了这个民生地下道了。我爱妈祖，我爱妈祖。那非常多的人在这个地下道的四周，我爱妈祖，非常多的人在这个地下道的四周，真的是等待这一刻。大家都在等着见证这个时刻，超多人的，因为我刚经过的时候就有发现非常多人。那我出估这里应该也是上万人，跑不掉，因为在过去这个路口呢，左边右边都是有这个铁栅栏围起来的，但是真的是挤满人。那我们现在是跟着这个大甲妈祖的銮轿，我们即将要顺利的通过民生地下道。那可以看到，真的是我们身边超多的警察。那现在已经算是走过这个民生地下道，那林清标呢也是一路陪着妈祖走过这个地下道。那大家都知道他前几天有说这个身体状况不是很好，但这一次呢为了陪这个大甲妈祖，也是特别来这边跟着妈祖。好，现在要来做一个换班哦，换班的动作。
那现在我们走在的这条路是出了这个民生地下道，那接着呢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阿山肉圆这条路啊，这条是三民路。那三民路的左边右边已经有大批的警力，算是全面的来防范，希望这个不要有暴力零容忍。那也很辛苦这些警察，因为我们刚刚在路上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刑警哦，他才在吃这个饭团，就是为了这一路保护这个大甲妈祖还有一起来的信众。然后真的是到晚上才吃第一餐，而且他说他要边走边吃，不然没有时间。所以请大家也给这个彰化县警察局一个鼓励，因为有他们哦，所以这一路才可以这么的顺利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在这个三民路持续的往前走。今天晚上呢是要这个停驾到彰化市的南瑶宫，那离南瑶宫还有一段路。那真的是蛮惊人的，因为今天彰化就是一个不夜城的，彰化市整个是不夜城的，因为大家看到现在这个灯火通明。这里有小心小心，别走啊，真的警察辛苦了，谢谢小编哦，帮我们讲一下这个标语。那也是如果你有在现场的话也要小心注意扒手，我刚刚我的包包就全部被打开了，整个超傻眼，还好电脑还在，还好我把皮包什么都没有放在包包里。今年还没发生这个传统武术表演啊，今年是确定不会发生的，因为今年这个算是有权力的来部署了。